一个15岁青年在旺角被多个人持棍袭击受伤。遇袭的男人身体多处受伤，在救护车上面治理伤势。昨晚近11点，事主在唐美道170号一个公园被7至8个男人持棍袭击，途人发现之后报警，警员到场将伤者送院，并且附近一带兜截，但未有发现，正是进一步调查案件。